要等我。这天都快黑了，尉迟哥哥怎么还不来啊？他或许有什么事儿耽搁了，也或许他忘记了我们的约定。毕竟我不是真的刘英，我只是长得跟他很像的阿鱼而已。哎呦，不是这样的，你千万别乱想。这龙王怎么回事？镇守王殿的天兵天将这么能打？什么天兵天将？啊，尉迟哥哥来了。啊，哪儿呢？尉迟哥哥，尉迟哥哥是你吗？小蝴蝶，是不是尉迟哥哥？他没有空啊。你是不是尉迟哥哥派来的？那你帮我告诉尉迟哥哥，每年的生辰我都会等着他。见你一面这个愿望，是不是太贪心了？